我可以试一下吗，老板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进来？我不要跟你一起进来。要不要一起进来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飞，你的手在干什么？我的手，我的手在干什么？你是在偷看我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偷看你，我离你很远。那你的手在偷看我？我没有，我的手也没在偷看你。啊，我这样的话，我不要再试衣服了。这怎么试衣服啊？你快点，我就把那个窗帘拉开了。哎呀，吓了我一跳！你能不能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有点宽，对你来说裤脚，对吧？这裤脚对我来说有点宽。所以我觉得你不要，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买长，不要你就得只能买长。今天不要试裤子了，那你以后试上衣。我试上衣我都脱不掉，我怎么？我帮你脱。我。哎，你的手在干什么？你再不出来，你再不出来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偷看了。想偷看你直接说，就不要找另一个理由。我觉得裙子 OK， 你要不要试一下吧？我在外面嘛，就像刚才一样，我们试一下裙子啊。天哪，这怎么是太奇怪了。放心，我这样。啊，不是，我帮你拉紧。你看我偷看你是没关系，你别偷看我啊。你放心，不会看你的。你知道吗？你在里面换裙子，我在外面热了一身汗。我看看。还蛮好看的，就穿一个黑色的 T 恤。来，看黑色 T 恤。对，我们这个也要了。